青蛙奋力救子。在一处水池旁的小水洼里，有一只母青蛙和它的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在那里。我们来比赛游泳好不好？你们肯定没有游得像我那么快。我肯定游得比你快，不信来较量下。来吧，看看谁先游到那块石头那里。哈哈，你追不上我吧？别得意，我还没用全力呢。这些孩子真可爱。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啊。但小蝌蚪们在水洼里却感到十分清凉，他们在小小的水洼里无忧无虑地嬉戏着。真是太热了，快受不了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的玩，别乱跑，我到水池里面凉快一下。妈妈，你放心到凉快去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玩，不会乱跑的。可是由于气温越来越高，水池里的水逐渐蒸发，以至于原本与水池相连的小水洼成了独立的小水洼。小水洼里的蝌蚪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水越来越少，许多蝌蚪挤在这小小的水洼里显得拥挤不堪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小水洼里的水仍持续慢慢减少。奇怪，刚才那块石头还有一部分在水里，怎么才一会儿功夫，水里那部分怎么就不见了？是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别挤我，怎么搞的？都挤过来做什么呀？是啊，这么热的天气挤什么？你们以为我愿意挤啊？你就没发现咱们这片水洼里的水越来越少吗？你说什么？真的，我们周围的水真的越来越少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水洼里的水已经很少了，只能勉强淹过这群小蝌蚪。在这酷热的天气下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水洼便会干涸，而水洼里的小蝌蚪没有水的保护，就会被炙热的阳光烤死。救命啊！哎呀，好热啊！太阳烤到我的脑袋了！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快来救救我们啊！好，水又少了一些。哎呀，别挤了！就在这个时候，青蛙妈妈出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孩子们，我的孩子们，你们都还好吧？妈妈，快救救我们，这里好热啊！妈妈，快救救我们，这里好挤呀！妈妈，这里的水越来越少了，你快想办法救救我们。孩子们，坚持住，妈妈这就想办法。看着自己的小蝌蚪在那逐渐干枯的小水洼里挣扎不已，青蛙妈妈非常着急，她于是当机立断，采取了令人惊讶的举动。原来，青蛙妈妈想挖出一条通道，让水池里的水涌进水洼。这样一来，水洼里的小蝌蚪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游到水池里。好难受啊，我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坚持住，我们的妈妈正想办法救我们呢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快点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太阳烤得我好难受。孩子们，坚持住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妈妈马上就把通道挖通。青蛙妈妈吃力地挖着通道，她的体力消耗很大，于是她便用脑袋顶那些泥土，把泥土拨到一旁，以便让水池里的水流向水洼。孩子们，妈妈来救你们了。水来了，水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您辛苦了。孩子们，快跟我离开这里，游到水池里才安全。母爱是人世间最美的感情，母亲对孩子的爱也远比自己自身的一切来得重要。就像这只青蛙妈妈一样，
眼见小蝌蚪的栖身地就快没水了，他发挥母爱，用尽全力破土引水，打通了一条充满母爱的救命通道。小生命竟能如此爱护自己的小孩，所以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是否更要好好孝顺自己的双亲呢？妈妈，妈妈，谢谢您。Namo Amida Phật.